客哈，啊，伊把这为期八天的这个活动行程，啊，当闹得滚滚安哈，当闹得滚滚。那当然，这边甲以往较无共的所在就是讲，这次我们结合我们沿线的这些社区哈，包括咱博仁社区、黑仁社区，以及咱未来社区、金陵社区，啊，再来香山、金面以及战术七个社区哈，共同来举办这个活动。他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将来秀水会当来拖出去，好，将来秀水能拖出去。在彰化县以及咱台湾本县，全国都可以看到我们秀水是一个好的地方，山明水秀的地方。啊，这边的活动，咱在包括咱地方吼，咱在晋江、在中正，都非常用心，都非常用心哦，包括每个社区的。那我们今年其实也有不一样的亮点，包括花海面积的增加，那结合各社区的产业的部分，那再来我们有一个秘密巷弄，就是我们的南部天灯巷弄哈。那我们花其实现在陆续开放当中，那大家会发现我们的门前有什么？我们家门前不是有小的，是有漂亮的花海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金陵村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。那也很感谢乡长，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，还有我们所有的社区一起结合，让我们秀水越来越能见度越来越提升，尤其是我们金陵村哈。那欢迎大家在12月29号开幕，包括我们的升旗典礼，还有1月4号、5号的活动当中，我们全村有满满的活动，满满的用心，欢迎各位来我们金陵村一起来体验我们不一样的农村体验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记得12月29日开幕式要来看我们哦。像一颗海草。